夏季来临，天气炎热，没胃口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吃一些酸酸辣辣开胃的食物，于是傣味柠檬鱼就来喽。罗非鱼清洗干净后，鱼背打上花刀，盘内垫上葱段和姜片，放入少许的料酒和食盐，再给它来个全身按摩，撒上适量的胡椒粉，肚里塞入去腥法宝，腌制20分钟。现在开始准备调个料汁，所用到的有香菜、老缅香菜、香柳、小米辣、大蒜、姜和柠檬。简单处理后，加入芝麻粒、辣椒面，淋上热油爆香，再加些鱼露、白糖和盐，还有这必不可少的柠檬汁，最后加入纯净水，搅拌均匀后备用。现在把之前腌制好的鱼放入锅内，大火蒸8分钟。出锅，换盘，再来个漂亮的摆盘，淋上刚才准备好的料汁儿，大功告成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美味就是如此简单。